本节目由皇家品质、皇家范儿的皇家美素佳儿独家冠名播出。哇塞，有精神的照片，你扫瀑布就有瀑布的照片，肯定，这不是三国杀的那个，就是有一个锦囊，什么东西啊？神奇的皇家 baby 们各有各的独门绝技，在比赛过程中，哥哥们可以选择心仪的技能来帮助队伍取得胜利。不过，每种技能究竟代表了什么，就需要哥哥们用心感受喽。今天我们一共有三场比赛，第一场是防腿跑，第二场是拔河，第三场是排球比赛。气排球，就气死排球。好，哥哥们，现在我们要准备开始第一场的比赛了。运动会第一项，萌萌绑腿跑，两队成员五人六组，大脚绑小脚，一起向前跑，最先抵达终点的队伍即可获胜。七里香队和三公里队，谁能拔得头筹？让我们拭目以待吧。慢点，千万慢点，这个地一摔就破皮了。哥哥们都做好准备了吗？做好了，做好了，在。走，扑往前走，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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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滚，慢点，慢点，没关系的，慢点，慢点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，慢慢走，扑扑，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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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们等他一会儿，我们等他一会儿，快点啊！我们走了。加油！加油！你看瀑布这个屁沟子，屁股都露出来了，瀑布。哎，宝贝站起来，宝贝站起来。瀑布是整个队伍的重心，瀑布一摔，然后那两个小女孩就跟着一起倒下来了。我要鱼。啊！站起来，宝贝。他就可以了。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等一会儿，不碰线，不碰线，别碰线，停停，就到这儿，停，等他们，等他们。你们为什么这么慢呀？笑死我了！你看看小猴子，你看，来准备走。哎呀，碰线了，碰线了，我们赢了。恭喜七里香队赢得一分，而三公里队能否在开局不利的情况下绝地反击呢？